台湾美食扬名国际，不过问到最能够代表台湾的是哪一位，国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珍珠奶茶牛肉面吧，挂包吧，看起来就很台湾。增加台湾美食在国际上的曝光度，外送平台举办台味全民票选，第一名将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指标看板十大美食，而十大美食之一咸酥鸡业者听得很有感，对于台湾美食都蛮有意义的。我们台湾的国产的鸡肉其实品质是非常好的，希望大家我们台湾人也可以一起来发扬光大。珍珠奶茶跟小笼包领先其他美食角逐冠军宝座，店家对料理的过程更是用心，每一个外皮呢是5公克加上16公克的内馅，最后再包制成黄金18折的小笼包。我们希望呢这个台湾的珍珠奶茶可以成为除了咖啡以外就是第二个世界的共同语言。网络红人台湾之光小戴及奥运男双冠军林洋佩也力挺票选活动，让更多人关注台湾多元美食文化。体育新闻综合报道。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